标准就是作为政治家一个起码的觉悟。但是现在这些人呢，现在人还有裤子吗？我们不穿补丁裤子很对，我们不应该穿补丁裤子。但是在什么条件下，是不是啊？比方说吧，一个青年尼克松访华，当尼克松在上海发表那个公报的时候，告诉你，我来东方，我来找毛泽东，我就是为了和中国拉手。我走了17000公里，就是为了和毛泽东中国拉手。怎么说的？是不是啊？现在你美国什么意识？尼克松很好的总统，但是我们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非常优秀。当时就是对世界，当时他是就说他是一个旧文化服从了新文化，旧思想服从了新思想，就说美国人他还是有觉悟的，他本身他是一个信神的国家嘛，他都有信仰的人，他是从信仰上服了中国，当时他的力量也比中国强多了，但是他最后一看中国这么弱的国家，他的思想先进，人家就服。但是这个老邓当时不懂，他就等于是一下回去了，回去人家还尿你嘛。你都到了丛林社会的时候，就是谁是有实力谁是老大，那你当然就死了。而且尼克松还说了，我们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走。对呀、啊，对啊，这到最后现在奥巴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先进的，这是美国200多年，真的没有他这么横的。真是，也就是你怂了吧，还是他横？那弄不清楚。反正现在你够窝火的，你这个就越南，就是中国走了修正主义。哎，他说的这个是，这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你走了修正主义，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弱呀、啊。最弱的话，你在丛林社会当然被欺负。不是，现在你就说任何小国都欺负，就说你走了什么主义也不要紧，但是我们的东西都还挺够，行不行、啊？是不是？现在你不够了。净在中国南海每年他们打走的油，就和人要和6000亿拿走的钱，我们在损失这个，而且在中国的南海上千口井在打油，每到黄昏的时候夜色灯外，对吧？我们没有井，殖民地这儿没有我中国的井，殖民地这个，你说这叫什么？南海没中国井啊？有吗？没有啊？殖民地。不知道谁的功劳，这个不管呢，谁的功劳，没有中国的井，南海没有咱们中国，没有中国的井，那应该是背的，哪儿有？就没这儿这个。对，你想现在咱们就是这些年损失的资源，比49年之前3000年。还多多少倍？我再简单的跟你说一点，100年前，2009年2月17号，美国军队和菲律宾演习拿走中国的黄岩岛，我们的政府没有声音。香港卫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第一时间报道消息。2009年，黄岩岛军购的，黄岩岛军有4股日本投降的，国民党开着4股军舰接管国家的。2009年2月17号丢的，这时间才多近啊？为什么你没有中国老百姓说啊？这个？他不是办，办封建的时候，你起码说有资格，是吧？他那个时候，办封建，咱们上访不行，上访上访，所以说他不是办封建，咱叫封建。支持毛泽东，再问满门忠烈，还有那个林语言，
就是他另外一个兄弟，蒋介石共产党是逮一个杀一个，宁可错杀，对，宁可原谅一个。哎，但逮着他怎么回事？你像向忠发那个，他妈的打死一个少一个那个的，那他妈那智商。像那林育南，蒋介石是派那个，叫那个陈立夫啊，亲自劝降。升官有官，要钱给钱，什么都有，就不投降，就是说什么呢？我为共产主义信念，我绝不要脸。人格嘛，就是死活不投降。蒋介石被逼无奈，说我要杀了你呢，那我这个显得我太那什么了。我要留着你呢，万一叫人家共产党夺走，又一个高级干部，那不行了。那最后雨花台就义，所以说这就是林彪家一家满门尽灭。就最近网上说那个林彪死的时候，这还是。哭了吗？蒋介石这还是要爱人家的。林彪，哎，我跟你讲，林彪这事儿啊，肯定也有点说法，但是呢，毛主席不知道，他心里都有数。你看主席他死了以后，主席说过什么？什么也没说过。这事儿就坏在这林立果手里。林彪，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毛主席想利用曹操，不是有一个都把你脑袋用一下吗？啊，他就是举这角色。现在有人贪污什么的，我这个政权，我这曹魏政权的，那您不是有脑袋吗？那我把你脑袋先借着用。啊，我借就是啊，我借你的叫许攸吧，叫什么呀那个？就是借你脑袋用，你这人没事，但是我把你弄了，把一切罪责推你身上。不过他这个事儿啊，内幕还是。不是这个，你要还是林立国的，这都是咱们后来分析的。还一个啊，我就说我跟你说啊，再一个就是黄永胜也没事儿。对，黄永胜就是他携这个父母外逃的时候也没事儿。黄永胜无法见李作鹏还邱会作。哎，这里头谁最办一个事儿最那什么？因为那个从那个道理来讲，70年这个庐山会议本身。这林彪这几人好意啊，您这翻脸就是什么，就说一这话，你说那几个那哥几个，你说心里头再伟大了不起，再不说话讲道理，您是不是老了反共产党？您这我这是不是好意？我让您当国家主席，您反过来说我能反混蛋，你他妈就该死去！你说我们这哥几个能说你是精神正常？您说呢？啊？你说庐山会议的事，我让您当主席，您骂我的就是你混蛋，你想他们让我当？这是70年，不是70年，69，你说那哥几个心里得有气啊？这个李作鹏啊，就是说周总理命令不许这林彪2567这些人吃啊，周总理说必须咱们这几个人必须有命，这几个都得同时发命令，你才能走。对，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哎，这他妈李作鹏他妈的这里头就搞鬼，他们就让飞机起飞，一飞机起飞就完蛋了，是不是？对，当时是从来批字才行，这是啊，这个事儿实际上有很多内部并没有。但是李作鹏他并不知道林立果私自要他妈的暗杀毛，所以说啊，是这个无法现眼，也是蒙在那个谁。那个黄永胜到现在都在骂林彪，你干嘛跑什么跑啊？你跑了我说的清楚了。对，是吧？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共产党儿子长子心里话，共产党一定是给我平反，我一辈子不反毛，我是从他们那儿听说来的，是吧？听不见。我是秋收起来跟着毛，我不反毛，我要反呢，我机会多的是。他最优秀的。对呀，是啊，他说我冤枉，他就是冤。还有他这事儿毛特版本，所以咱们现在按照这些您的版本，都是。我跟你说，你要是我这么说，我今儿跟大家伙儿就说说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就是他妈苏联勃列日涅这帮老大，这是被就是压着上台挑衅，知道吗？这是他就这么大的政策，六
四年，哎，打点。六四年，啊，六四年，就是在这个周总理在说那个，他就是啊，完了以后呢，百万起北京珍宝岛查那个什么，目的强加那个中共建议，什么意思啊？对对对对。虚张声势，逼迫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弃毛，完以后联合起来，共同来对抗美国，因为苏联真正的对手不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一个不说话的毛泽东，是吧？但是这个毛泽东不能够放，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你看我说的话都能对上号，是不是？毛泽东就是上那个不认人面目那个梦露，这也是一个原因。完了以后呢，你听我说，我这话都能连在一块，这是东西狼的心吧？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认人面目，没想到。不是那人业务人蹦怎么办啊，哎，毛泽东是在跟他玩对弈啊，两个人在对弈，完了以后呢，他就希望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出现问题，但是问题是不是林彪，林彪这个人他并不是他的最佳人选，林彪是毛派的，但是林彪他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让毛泽东他怎么想，这个事儿是谁，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究竟谁在这坏了心，就是他妈林立国，林立国这小子26岁狗屁不懂，千刀万剐，对对千刀万剐，那个时候只有26岁，什么叶群，叶群都不是，叶群是一老婆，老婆为丈夫有什么不对啊，对和他妈黄永胜胡来，那都是正常的男女之间关系，对对对，他没事儿，就是他那小子就是操蛋，想曾经就是他们文化大命，搞他妈的儿子是老子，老子是儿子，他妈的就是红卫兵，他妈造反派，你知道吗？就是得普法无天这些家伙，因为他们林立国就是爹级干部啊，儿子就是爹，分爹姓，文化大命就是儿子是爹，他爹就是他，他是爹级干部啊，所以说他把事儿全给搞砸了。对。26，但是哎，对，但是问题最他当时也说，我可不谈零碎了，我觉得我很努力，谈得很努力，三句话我就说大一句，三句话就够了，三句话就够了，没事没事，我这说，我七月份去毛主席家庭上看看你们中央节目说的这个，这刚说行不行？最后毛主席七月份去了，刚开学。就后来我们开始了，是产生民为国家许多损失，但是最后一句说，当今天中国高速铁路在通向世界的时候，它用的是哪儿的钢？是攀钢的钢，只有这个钢能电起中国的高速铁路。就这样，简单。我跟你哎，好好说。咱们这一块儿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就是说，跟大跃进，完全。咱不要咱们断章取义，我要看一个联系的联系的历史啊，历史联系的朝鲜战争与朝鲜冲突，太精彩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个我打定，你把它打败了，美国能善罢甘休吗？我不大炼钢铁行吗？就说你马云出去，人都没了，我怎么陷入敌人美帝国主义进入？我怎么人民战争往里打？也埋葬你。这是一个政治，每一个这事叫战术，对，这个对大跃进，您的角度是个战术，在一个拼搏。您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心思和理智心，理智什么呀？爱国。老爱，文化批判。但是你现在还活着，是吧？面对朝鲜战争，中国竟然打败了他妈的美帝国主义。你要胆敢跟我说共产党干部文化低，那我就会让你和你当初的盟友洪峰一道去。你不是主将吗？我让你去劳改营当一铁子，为什么？自个儿悟，自个儿去悟，对不对？什么叫知识？参与建党的陈公博、周佛海那知识还比谁不聪明啊？现在在哪儿呢？一个是因为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个是因为汉奸罪终身监禁，对不对？文化越低，心眼死了才不怕死啊，才能干大事儿。越高越活越坏事儿。所以说，知识分子只能利用，不能重用，对不对？重用的只有没有觉悟的知识。这就是概念，真有一个，这我天天听到一首啊，正确的技术。
题节目，是上节目。现在我操！你说的这话就是正知真长知音的。你说的这些话太正了，太正了。这句话我操！这句话很重要，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知音呢。太正了。